哋嚟整手作披萨啊！呢度个环境都好舒服喎、啊，我哋就先嚟整曲奇啦。首先就嚟打好鸡蛋，然之后就加面粉，搓成一个面团。之后就可以猜自己中意嘅图案噶啦。又可以拎去焗啦！哇，眨下眼就出炉啦！我同妈咪整嘅披萨食得啦，即焗即食，热辣辣，真系好好味。